哎，别不开心。好了，今天在常州待最后一天，现在刚起来啊，峰哥就来这里找我们了，准备吃个中午饭。啊，现在就和峰哥集合。啊，刚起来啊，然后峰哥就准备带我们去给某老板上一课啊。走，风里雨里，阿老板好，等着你。走，啊，走，今天就到这边给老板上一课。好，五楼。好。好好好，哎，你坐三个人就这个小房间啊，可以王子房王一凡王爷你坐上，你坐上那我就坐这里，坐这里高翠萍发型段的安徽人必须出这个人代表的商人，不合格的商人。今天吃过饭就准备撤了，本来想搞点酒舒服的，算了，今天我们就喝点这个粗粮。三哥可以吧？要不要搞点酒的素素？峰哥就不用说了，我哥不用说了，只要你们俩。没到了，可以，相当棒。搞个鸽子汤，热闹吧。铁板油柳，哇，这个鱼这样可以，烧成这样可以，没尝过，尝过。少搞点，峰哥，中午吃不了了。你吃，他这里你看一下，也有尝。啊，这边菜，有常州人应该知道，这边菜烧菜手艺还可以。可以，尝。代表咱们常州菜啊，常州菜，这个话可能有争议啊。如果有不服来论啊，你看这哪里代表常州菜？我觉得这边差不多啊。不过你们吃这个菜确实凉。这是这里的吗？配几个菜？这不是配三个菜啊？这配几个菜？完了！够了！这我都不饿。啊，兄弟们，这是我叫那个经理给我配了三个菜啊。这加两个，起来啊，凑一凑啊，粗粮。来，凑一凑粗粮啊！来，今天就不客气了，来。世世代代都是缘恩。流着相同的血，哭着相同的水。这什么饭？常州有名的萝卜干饭啊，到常州必须得吃。我来尝。招待远方客人，来必须得吃。来，三哥来。萝卜干饭啊，吃起来有点像王山菜拌饭。饭后来念小水果，穿云箭，手抓水果，不能老吃，喝，这个醋凉，醋凉，哎。关键那醋凉喝的我头晕，别换了酒。
能住房子吗？好了，吃的差不多了，吃的有点饱了，等一下到常州转一转，等一下峰哥会给介绍一个，等一下去看看这个人物啊，带大家一饱眼福。好，这集的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大家期待下个视频更精彩，真的让我大饱眼福啊！启发了吗？点点关注，谢谢，拜拜。